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一样来玩一款成长型游戏。那这是一款什么游戏呢？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边就是吃这个，它会不停成长，然后吃药它就会缩小。我来看一下这只猴子哦，结果它成长哦，金刚啊，金刚打这个哥吉拉吗？我打得赢吗？我要死欸！打赢啦！咚！让它飞出去啊！刚才那一只金刚，我还以为打不赢那个哥吉拉，然后现在是一只，这只是什么啊？这只是那个蜥蜴吗？好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，看一下，它会成长成……哦，渐渐成蜥蜴人吗？哎呦，吃掉药，吃掉药。能够长到最大只吗？不会哦，哥吉拉哦，现在哥吉拉对金刚了，呜，打得赢吗？飞出去吧！所以它是有各式各样的怪物是吗？那我现在这只是章鱼，哎呦，换关卡了欸，是章鱼吗？所以是就会进化成大乌贼是吧？哦，来了，大乌贼 VS 这是什么？玄武吗？乌龟？不管啦 ，KO， 咻，飞出去了。龙欸，所以我现在是龙咯。哇，龙人进化成什么啊？我试一次看看，如果都不进化的话，能打得赢吗？哎呦，前面那只感觉很凶欸。好，撞爆撞爆！都不进化的话，打得赢吗？哦，前面这只是什么啊？有人知道吗？啊，减一、减三、减二、减二，哈哈，靠，不行啊，打不赢，完了。好啦，那这一次的话，就把它进化成最大只吧。是驯龙高手吗？乱猜一通有没有？这只能进化成什么？我怎么觉得它长大好丑？靠，差一点！我差一点啊！不行不行，我要故意被打死。我想要看它长到最大只长怎样啊！好，这次一定要全部吃到啊！为什么刚才那样没进化啊？奇怪，该不要全部吃到吧？那么严苛，应该没有吧？好，来了哦，果然，哇，最大只好帅啊，而且也太大了吧，哇，轻易干掉，飞出去，好了，哦，看来又是金刚啊，哦，这次的路比较长欸，然后我这次的对手是，看一下哦，钢弹，是钢弹吧，凯扁。不会打不赢吧？我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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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哇，又是蜥蜴怪！进化，进化，进化，进化！我们今天就挑战到第十关好了，来吧！太简单啦！没有其他的怪物了吗？飞出去！哇，又是章鱼怪啊！这难度有变高哦，难度有变高靠，差一点，不过应该也是打得赢吧，可以吗？终极哦，打赢了，好，第八关，我那个他最后好像可以收集其他的耶，可以吗？可以真吗？渐渐的越来越难欸，扁他！他就是有这个 skin 之类的吧，应该是新的东西。我把那个收集到100%，看会不会有新的角色好了。哦，有了有了，100%！哦，有了欸，是一只小虫啊！
我来看一下这只小虫，它中间进化哦，蝴蝶。哇，虫总打得赢龙啊，可以吗？哦，这是最大只的，吸我吸是用吸的吧？哦，最后一招撞击，把它撞出去。咦、欸，又有这只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很好奇那只是什么哎、欸，我也把那只收集好了。哦，100%了。竟然是这个丑八怪啊！好，我来看那一只小只的，怎么长这样啊？哎呦，没吃到，没吃到，要吃要吃！哎呦，从小长了一副怪物样啊！哎，啊，没有升到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升到，我故意被打死，来咯，这次一定要升成功啊！越后面其实越难欸，越难升到第三阶。哦哦哦哦哦，来了！我来看一下它的攻击模式是、用敲的、啊，然后呢，最后是一样用打把它打出去。好啦，那我们也解了两只了，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吧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哦。大家拜拜。